个人突然变，你变得很健谈，你变得很开朗开心，你把你的正能量带到整个片场感染人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整个乌云密布的嘛，所以那时候你会感觉哇，这女生很棒，她给我带来好像正能量这样子，让我可以忘记暂时的一些烦恼。因为之前我就真的没有什么圈内的朋友或者是艺人朋友，特别是女艺人呢、啊。对，那你交了这位女艺人朋友八年了，有什么你觉得 OK 吗？非常 OK 啊，我们没有选错人啊，说明我眼光很好。今天不好意思、欸，我今天没有带那个婚戒出来。啊、我不要录了。今天出门太赶是吧？谢谢你，这么勇敢。